看病没动脑，一问三不知。那时候就是私密处有发炎的问题。那你最近有性行为吗？你还在旁边呢？没有啊，我是处女啦。我现在很怕看到年轻小女生。我现在开直播月经，然后说我想想看，哎呦，就是前三天啦，她现在内裤里面那个卫生棉，她居然会忘记。这也太妙了吧！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